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，云中飞吧！站住！别跑！朱莉那身姿多么优美，那气质多么潇洒，你再看看你。哎，小可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要不怎么人家是大明星，你就是个小配角呢？啊，你能不能跟人家好好学学？加油，小可，小可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呀？对不起。哎呀，你呀！哎呀，哎，大家各就各位啊！单独拍摄小可这段戏。哎，朱莉，你先休息一下。谢谢，朱莉姐，辛苦了。54平衡训练开始。彩虹，怎么还在做平衡训练呢？100分只在理论上存在。可是，说不定下次就会有惊喜呢。你对自己也太严格了吧？闪电，是风暴和流星。风暴、流星，巡逻顺利吗？山谷一带遭遇了强风，我们需要排除隐患。闪电，你过来帮忙。彩虹留守基地。收到。好，我这就出发。彩虹，你已经很完美了，不用再继续练了哈。对，小一点，准备51次平衡训练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任务！警报！是兔子导演阿曼。太大了，全座桥晃得很厉害。我们的配角演员小可还在桥中间。别着急，阿曼导演，我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。目的地山间小镇，宇宙护卫队出发。
我马上去救小可。小一点，计算撤离路线，带大家去安全区。谢谢。打死你！往哪边？小一点，小心一些。终于得救了。小可，坚持住！不好，峡谷的风力越来越大了，桥面很快会坍塌。风暴，悬索桥快塌了，请求支援！收到，我们很快过来。小可别怕，彩虹能量！小可，彩虹姐姐！不行，这里也马上要塌了。小可，有办法了，我们可以从头顶上的悬索去安全区。小可，来，你们云豹天生擅长攀爬跳跃，甚至可以倒挂在树枝间行走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我们拍戏也要走悬索，我试过很多次，总是做不好。小可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再试一次。我会保护你的。我很想像朱莉姐一样厉害，但我天赋不好，常常连配角都演不好。我怕。我明白，我也有害怕失败的时候。啊，你也会害怕？你可是宇宙护卫队员彩虹啊！宇宙护卫队员也不是天生就勇敢啊。有时候我也会害怕，甚至怀疑自己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只要不断努力，总会有惊喜的。嗯，我再试一次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走过去。嗯，不好，断了。小可，来。风太大，我们得匍匐前进。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保护你。嗯。别担心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嗯，我们没法跳到悬索上面，但我们可以抓住下面的钓竿等待救援。可是小可现在需要鼓励。小可，我一直在观察你，你总是一个人偷偷练习，你比所有人都努力的，加油，你能行。是朱莉姐，她在为我加油。加油。还有导演。小可，听我指挥，用最大的力气跳跃。嗯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跳！嗨！他们成功了！好险呀，我们成功了！是啊。
你刚才很棒哦。耶！小可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朱莉姐，我下部电影的主角是特工姐妹花，小可，你愿意试个镜吗？啊！小可，还不快答应！愿意愿意，我愿意。彩虹，你如果愿意来客串，我也非常欢迎哦。真的吗？我愿意，我也一定会努力的。太好了！我们也愿意。啊！你们也要演姐妹花？我们可以演姐妹，我可以演花。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